大家好，我是不是我们家，我是木大文琪，我是主持。这礼拜即将要去地区联盟赛与香港学家见面的，是不是要来点有趣的企划？这还用说，我都想好了。为了与训练家一起创造特别的回忆啊，我们来请求训练家的支援。啊，你是说要去香港参加地区联盟赛，还要玩支援前线吗？没错啦。不然就请他们支援我们喜欢的宝可梦卡好了。我喜欢的是火属性嘛。啊，我印象中你是草属性。对，草属性。哎，草属性。我相信训练家一定会支援我们的，对吧？拜托啦。最后的话，应该要把大家支援给我们的宝可梦卡，然后最后拿来组成牌组，来个特别对战吧。哎，没错没错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这样就等同跟各位训练家一起完成这场特别的对战。没错，既然都想好了，我们就马上出发香港吧 ，Go！ 我们有一个活动叫支援前线，我需要火属性的宝可梦，请问你可以支援我吗？可以的，你要几张的？火属性的。火属性的。没错。一张。哦。是比克提尼耶，好，看来我可以研究一下怎么加入我的火属性牌组了。谢谢你的支援，这三张送你，谢谢。哎，我现在有两张火属性的宝可梦了，请问这一次你有要来支援我的火属性前线吗？有的。好，请给我。嘿，我给你的是炎热喵。炎热喵的话，哎，这样我没有伙伴喵，哎，好像我就可以找一下哦。谢谢你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给你的哦，刚讲完，我缺一张伙伴喵就来了，谢谢。有谁？咦，看你手上有一张火属性宝可梦，是要支援我的吗？对，这只是火恐龙哦，火恐龙哦，是 Pokemon Go 的那一弹的火恐龙，有喷射火焰的招式哎，谢谢你的支援。好，那我把这三张明信片送你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耶、感谢你的黑鲁加，为什么要选择黑鲁加支援我啊？因为我看到它，它是有一个尖锐的牙，对对，然后就觉得很适合你哦，大字爆言，感谢你，不用谢，这是给你的哦。哎呀，小火龙这样子，我就有两张小火龙，两张火恐龙了，哎，谢谢你，太棒了，来，这给你，谢谢你，感谢感谢。哎，今天香港的训练家支援我非常非常多火属性的宝可梦，所以我看了一下，好像蛮多都可以组来玩看看的哦，像是喷火龙 ES， 哎，可以吧？甚至是赤焰咆哮 ES， 好像也是能组来玩的，甚至再投入了一张火焰鸟或者是碳小四来辅助，都是非常棒的哦。接下来就轮到秀大文琪，我也有支援了，看看这一张人造细胞卵哎，很有兴趣哦，哇，感觉是很有趣，为什么你会想要带这一张来支援我？就是因为它一个能量，你就可以从那个牌库把。任意数量吗？对，就是不同数量的宝可梦排到 B 键区。哦，它包括是二阶的、是它的都可以。哇，所以非常有用。很有想法哎，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谢谢你的支援。Yeah. 哇，我又有第二张支援了，是超能焰陀哎。为什么你想要带这一张来支援我呢？很强啊，这个它的特性是不是一个维和？你觉得很适合我是不是？对，可以哦。谢谢支援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个给你的，谢谢。因为我看它很可爱，所以我希望你喜欢，喜欢。我喜欢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援。哇，这竟然是第二张哎，这是什么那个上天的安排吗？啊、谢谢支援，给你的。谢谢，哇，这个是要给我进化用了吗？没错。哇，太感谢了吧！大家都帮我想好了。没错、啊。谢谢你的支援，我收下喽。你手上那张是要来支援我的吗？没错，我觉得眷恋于 V， 是有幸福的感觉，幸福的感觉吗？嗯，确实很有连结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援。一次都要支援我那么多张吗？是，谢谢你耶，不用谢谢，你直接给我一组，这看起来非常实用哎，哇，你们要小心了，谢谢你的支援。
谢谢大家的支援，大丰收哎！而且很多训练家都是直接帮我想好我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牌，都是很百搭的哎！谢谢你们，那接下来就看跟龟子君可以收集到哪些宝可梦啦。希望你有用，我看一下，很多很多，有纳四草真果球、雪地怪、破破斗轮，还有四季鲁，这些超级宝可梦，那我都喜欢。好。回去组牌交给我了，好，好，感谢你，谢谢，送给你的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对，好，是这个适应进化的粉蝶蛹，好，这个好像也不错，我来研究看看，谢谢你，好，给你支援，支援我，好，铁斑叶 EX， 哇，这个超属性宝可梦可以，这张很实用，好，感谢你，谢谢，好。给你的获得的支援是臭臭花，为什么是他？因为他能帮助你填呢，填可以帮我填的。那你知道吗？前面有人给我一张霸王花，非常好，可以一次进化，好不好？一起进化，一起填能。OK， 没错啊，谢谢你。最漂亮的，我觉得。哦，你最喜欢这个太阳月亮时期的？对对对，超能量哦，这个也。没有闲，但是好像在发光。这个我也很喜欢啊！竟然是给我基本草能量 ，OK， 不错不错。这个是支援用的。好，支援我的。为什么会选这张土台龟 EX？ 它很可爱又很厉害哦。好，那我还有，还有这个啊，还有草苗龟。对，贴心。那我偷偷跟你说，我已经有组过这套牌组了，之后我有影片可以看。好，谢谢你，我也非常喜欢它，谢谢。来。我们现在比赛呢已经差不多盖个段落了，那这边是我刚刚收到来自香港的训练家所支援的各种超属性宝可梦，我只能说有一些熟悉的面孔，也有一些比较少见的面孔，那就让我们回摄影棚来好好思考到底该组什么样的牌组，来这把 GO！终于从香港回到我们的摄影棚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而且我们这趟真的跟蛮多训练家都有好好交流到，而且还有被好好的支援一番。没错，你看我收到了好多超属性的宝可梦我的好多是这个超属性的宝可梦，好多好多。为什么你手上可以这么多卡牌啊？我想应该是因为香港的训练家都担心我组不出来，所以给我很多牌来选，都给我们几张，知道吗？好主意，可以选择，好主意。所以我觉得我收到资源好像没有你们那么多张，可是我觉得都很关键呢，都核心的卡牌哦。没事，叔叔，我看一下。其实我看一下，好像光是这样看，其实就有一个组牌的方向在啦。感觉下一次的这个对战，这个输赢感觉不好说呢。可是我们三个人要怎么对战呢？既然是香港训练家们的心意，我想还是要尽心尽力的把它组出来吧。我有想了一套游戏规则，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猜拳决定由最赢的两位大使进行对战。构图中除了自己的属性之外，必须要选择两张没有进行对战的大使的属性卡牌加入牌组中哦。从香港训练家支援自己的卡牌中，至少选出十张放入自己的构图内。可以额外加入的宝可梦卡限三张，物品卡、支援者、宝可梦道具、竞技场、能量卡则没有限制。哎，这样都了解了吗？大概了解了。可是我有个疑问哦，我好像需要一点时间组牌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先猜拳后决定一下下次哪两位大使要来对战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定是我了吧？这么想登场吗？超属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说什么？快啦！好好，想好了，剪刀石头布。那就我跟你打了。Yeah. 哎呀，我想跟哥哥子君打，说不要这样欺负人家。哎呀，我的这个妙蛙花 EX 啊，还有可能是这个土台龟 EX 啊。没有机会登场了，太可惜了。哎呦，你不用难过了，会连你的分一起加油的。哎，那我跟幸福大王其实就先各自构图，下次再跟各位炫家揭晓我们的牌组。大家要记得锁定我们下一部香港的特别对战的影片哦。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下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铛，同时收听通知。我是魏武家豪，我是幸福大王，我是魏武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期待哦。